东区总共要办四场的公听会，今天是第二场，后面还有两场公听会。好，所以我们特别跟大家说明，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办理东区的第二场公听会。其实不只是我，还有其他非常多的老百姓，他们等一下陆陆续续会上来表示他们的意见，去检验到底铁公局在第一次公听会的会议记录里面有没有详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没有。这个案子如果有公益性、必要性，这个政府不需要如此遮遮掩掩，不需要去回避老百姓的问题。好，我们要问，在我们要进行土地征收的时候，我们给这些即将很有可能被征收的这些受灾户，我们有没有让他们拥有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人权？所谓的公共利益，一定要履行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正当的法律程序如何来体现？那就是必须透过听证会的举办，来凝聚大家对于公共利益的一个共识。但是看来，铁公局从五年前一直到今天，台南市从五年前一直到今天，一直忽略了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一个人权。今天所举办的公听会，完全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一个规定，甚且也完全抵触了土地征收条例里面有关法律条文的一个规定。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能够根据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程序来开会，每一个会议的前半段就是程序的发言。我们现在都还在程序的发言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在进行程序发言的时候，这提到我们现在质疑的是，他今天开这公听会的适法性，也就是说他今天开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开这个公听会，为什么呢？它上面这个公听会上面写了东区第二场公听会，那首先我们来检讨第一场公听会，在第一场公听会的时候，就有一大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收到通知单，通过这件事情，你就违反了土地征收条例施行地则第二章第十条所讲的这个第二点啊，要书面通知新办事业计划范围内是所有。这之土地所有权人有没有说啊？有没有？你们根本就没有完成这件事情。有没有？你上一次开会的时候，你都承认你的通知是有问题的。你要办征收之前，在征收计划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属土地所有权人名册，那个是一定会要求顾问公司做的，顾问公司会去想办法调，而且不是调了名册。你名册调完了以后，你要上面所有的人都确认，因为你土地征收，你不会说啊，我今天没有碰到他，我就不征收他。所以你一定对每一笔地都要征收到，你一笔每一笔地你都能征收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通知到所有的所有权人，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登记章啊，名单要全部都复核过了以后，你才有办法执行到这个阶段。你如果名单没有复核的话，你连前面的征收的那个过怎么过的，我都会抱持很大的怀疑，因为你没有完成所有权人这个部分的权益，你没有完全掌控的时候，你怎么办征收？你现在你第一场公听会，因为你未完成所有权人的书面送达程序，所以基本上你第一场公听会已经失去法格了。我们是依据土地登记簿所载的住址啊，那寄邮寄的方式寄给所有权人。那另外呢，我们发现有一些确实是所有权人，他们没有收到，或是说后面没有去
领取，然后退回园区。通知或者是上次的通知，总共寄发的是412份，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他退回来的是自己贴的好啊。但他退回来的是108。听不到。证据都没有出来。没有寄，你寄40年前的地址，我们怎么会收得到呢？他总共退回来了108件。那第二次在寄发的时候，他退回来是47件。在这一次寄发，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统计他退回来还有7件。那当然，这7件哦，我们跟徐老师报告，我们会想尽办法让这7件退回来的人哦，事实上412份，他退回来7份，这7份我会尽量让他去收到。如果说你承认7户都还没收到被退回来，那我们必须要等到那7户都收到之后，我们才能够开这个公听会啊，不是法律这么规定吗？在苗栗大埔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地政机关已经完全改变过往寄送资料的一个方式。在苗栗大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根据补齐刚刚所讲的，是根据土地登记簿上面到底登记谁的名字，他的地址在哪边，确实是这么在做。但是土地登记簿的资料，你也知道，主席也知道，跟户政资料是没有办法勾稽起来，因为很多都没有办继承登记。所以以前我们寄送的资料很多都寄给死人了，很多寄去，很多人已经不住在那边。所以在苗栗大埔事件之后，江宜桦前部长已经要求以前的寄送方式必须要完全更改。怎么可以说依照实情？没有，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依照法律。法律怎么规定？土地征收条例施行细则第10条怎么规定？我们就根据施行细则第10条，我们根据那个法规来走。如果你不遵守大法官709的一个规定，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我们根据土地征收条例施行细则第10条，今天的会议完全不符合。今天他如果走过这个，他开始开会，老实讲，他程序就跑完了。接下来他也不需要再跟我们沟通什么，比如说这种公益必要性、出入之类问题，所以他只想要跑完程序。对，这次要跑完就完了。因为他要跑完程序，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哦，之前我们没有做好的，我们以后会改进。”或者说告诉我们：“哦，我们没有回答到，等一下我们开始开会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完全就是陷阱，因为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基本上面是完完全全违背土地征收法施行细则第10条第5款相关规定的。今天他这样的做法，完完全全把我们这样诘问的机会完完全全抹杀掉了，完完全全就剥夺了我们在这个法律上面应该被保障的人权。他不保障我们人权，他说寄达通知很困难，实务上面很困难，但是实务上面他们却可以如此容易去征收我们的土地。所以请你回到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请你回答我对于你的质疑。5月18号开的那个会，好，我有发言，但是在我们的记录里面没有找到我的发言。您即马搁咧开公听会，你想哪着咧开工？开工该当退回？这你我懂回答吗？吼、哦，我刚要即马搁要甲你问，就是讲，想怎咧即马咧开这公这个说明会啦吼，公这合作说明会嘛吼，啊，着合作公要合作要跟协调要沟通嘛吼，啊，想怎讲？第一经头头我甲阮变经去啊，讲叫阮着去分挂，甲阮头头变经去啊嘛吼，对无？大家拢收着通知单嘛吼，哦。来时阵，先做市政府，他咧想着讲要立即重测，吼、哦，啊，立即重测，即马讲搁咧开会，即马来讲要甲阮查孤，你今仔日就是才甲阮开会落去吼，我甲你讲，你查孤才继续做，你这就是不正义，这个就程序不正义啦。现在就在当下，他已经派人去人家家里，大龙凤的
可以上来发问，针对你们大家的攻击。违法程序了，违法程序了。没有处理啊。好，程序问题没有处理。陈教授以及徐教授，我们在此宣布，我们在此宣布，我们不能，没有办法，你今天的程序违法，你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不效，程序违法，会议无效，程序违法，会议无效。一样，我为什么这样子？一样一样，因为你们拥有权利，你们在迫害善良的老百姓。我们这样哪里算是破坏？破坏！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大家可以，你们可以说脏话。来，今天主要是破坏。那前面又像我们要说脏话，是不是？啊，报告。你在家干嘛？不像不像的。是会警察来说你的，只有这样子。不是我们在干扰啊，不能把它丢出来，是根据什么法定、什么法条、什么原因？如果今天是要来冲突，就不是这个局面，好吗？今天表现是我参与这个公听会，保障我权利的基本的人权，你们全不给我理由，就把我丢出来。我们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不大可能说几位暂时还没找到的时候，我们公听会就很难办。这样的那个这样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后面就说我们总要办市场，那我们市场就是在这期间，我们需要赶快将这些人找到，将这些资料寄给他们，或是委托相认识的去转达。会议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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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唔对啦。你是凭啥物敢冻结我的财产，也无让我搁赔偿？所以我今仔日先讲的就讲，你爱先赔偿，卖生气，再去强调，没必要，不会征收民间土地。今仔日我含民无同，哦，因是路线必要性的路线问题，我必要。台南大学有空地，是哪里不行？哦，伊遐两点一公顷，咱咧讲就是讲台南大学将来一定会被拆除，因伊遐是租的，遐是租的学校，是安怎讲公家的土地你不行，要用我的，而且你搁电梯较早计划分电买我的地，这是唔对的。现在正在努力，大家正在思考，那我们是不是在？你们后面再跟肖先生再联络一下，看我们怎么检讨。是，第一个是在我们上一场在北区的公听会有跟你们提到说，有关于地下水文的问题，因为你们这样一做之后，变成说有长达八到九公里的地下，等于说是地下水坝，把整个地下水，把原本的水文全部都阻断。所以这有可能会导致说，我们后续在东侧这边，就所谓的台南市东区这部分的房子，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土壤异化的部分。然后我想要请你们，就是能不能在这一次公听会过后，然后把有关于相关的报告，因为毕竟台南也是古都，大部分的房子都还算蛮老的，就我希望你们可不可以在这一次公听会过后，把这部分的调查报告公开给民众，让至少让那一些不是在原本地区跟这一次有关的地区，其他地区的民众可以明确了解到说，如果做了这个工程之后，这后续会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就在这部分，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去提出来？这是第一点问题。然后第二点问题是有关于在东区这部分的文资保护的问题，像那个在新楼医院正对面那边有一个东门站的遗迹的月台遗迹，那个部分如果你们这样一动的话，等于说那边全部那个月台遗迹是会完全被破坏掉。我想要请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在做这部分的文资提报及审核？就是未来如果说真的地下挖这样做下去的话，因为现在台铁总共有十二股，台铁火车站总共有十二股的火车可以停。如果说未来我们台南这边全部地下化过后，因为嘉义要高架化，台南要地下化，高雄也要地下化，那如果说真的未来中间像台北前一阵子万华站才发生十伤事故，然后也是因为台北地下化过后，这三十年这一段从台北的板桥到那个南港这一段完全没办法再扩充路线。我想要请问的是，你们是不是有评估过说在地下化过后对台铁营运上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个地下水文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请那个成大那边哈去做过那个我们地下化连续壁会不会对这个地下水文造成的影响，那这部分陈大那边也有提供这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的一个他们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们那个连续壁做下去之后，将来哈就长期来看，那个它有一些影响，就是属于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雨季的时候、湿季的时候，它地下水位会升高，但是干季的时候它会下降，但是它这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的那个升就是那个抬升的量跟下降的量，它都少于干湿季，就是目前还没有做连续壁的这个状况之下，它的那个上升跟下降量都少于现在还没有做连续壁干湿季的那个变化的差距，所以这个部分的影响是很小。是那个叫做东门停车场，好，那个是以前日治时代，那这个部分。台南市文资处也有行文给我们铁工局，请我们把这个东门停车场跟那个寿路桥这两个部分，纳到以后给地下化这公园道里面去做考量。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已经
先纳入了哈，我们会先来跟市政府这边在做这个公园道这边规划的时候一并纳入考虑。台南在目前就是一个暗壁寺月台，就是在靠古迹西边这边。那另外一个第二个月台，它是岛式月台，所以它总共是只有三股道是可以去靠到月台边。那我们以后台南铁路地下化，台南车站的部分是有两岛式月台，然后四个轨道，所以它的路线容量是比现在还更多。我们的原来的铁轨有14.3米两个轨道，现在增收到41.3米，有5个台铁轨道，那么宽啊！我们政府一定要挖到东边来，而不能一个轨、二轨、1到3或4轨或5轨，那么大的距离让你们铁工局去操作，你们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东移吗？一定要东移吗？现在好，我们在进行第二场公听会，但是其实都已经动工了，现在也都已经到各家去那边测量，要给人家说，哦，要来征收那个征收款，要赔偿人家多少？那你们可能是白开的嘛？你们就是弄一百场公听会，天天这样吵吵闹闹，结果还是要这样。因为在96年在今天会审议的时候，对于这个柳林思轨这个案子，因为今天会那边审议不同意，把我们退回。那退回就是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柳林思轨案子，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第一个是古迹这部分，第二个是对于市区交通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要我们去研议这个替代的路线这些，所以才有说98年。这个我们就是直接在现有轨道边直接做这个地下化的这个案子去提出，那当然这个部分会有一些优缺点的评价，这个我们理解。好，那这个部分因为也在这个金建会那边有审议过，好，那行政院在98年核定。对于就是交通部铁工局以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争议案件，我觉得。尤其是今天以紧急排除特定的民众，然后到外面，而且不再让他们进来表达意见的方式，我们感觉非常的不认同，我们表达非常不认同。那也对于政府解决这一个争议案件的未来的处理，觉得非常的不乐观。所以希望主席这边针对刚刚才是紧急排除特定民众，而且不让他们再进来表达意见这件事情，重新做修正。建议你做一些修正的指示。那第二点就是，前阵子我们举办了一场立委给问嘛，台南场，那邀请了在台南5名立委里面都到场，那其中就是因为林君立县委员有事临时不能来，其他4位针对在现场的几百人民众以及网络直播的几万个收视户的观众面前。4位立委都承诺支持针对南铁案在土地征收阶段召开听证。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简报里面的说明，交通部这边就依据就是所说明的方式叫做听证要点是内政部这边所制定的，所以交通部这边没有。那我这样反过来问，交通部是不是已经决议好在南铁案不办理听证？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案件，那我希望一个明确的回答。那第三个就是，因为台南新牙协会对于就是避免整个争议案件在扩大，我们在很多环节都看到有一些潜在的争议，包括这个阶段接续会有协议架构以及补偿金额这一块。那补偿金额依据土地征收条例确实是用市价征收，没有错。那也会经由地价评议委员会去做出一些判断，那会有一些报告。我们建议这个报告书可以公开，让所有人去检视。目前有除了这个应该说特定农业区的这些我们要办法定的那个证件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内政府他自己有办有一个相关的听证会的规定。那交通部我们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是遵循说如果土地征收有规定啊
是要办听证会，那确实也这样规定的话，交通部就做到了。那目前来讲，交通部并没有说决定不办，但是我们若要办的话，必须要依据有相关的游戏规则定定出来，我们都是要办。我想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了哈，那个许先生对征收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估价的过程啊，还是蛮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估价，然后经过地评会评定以后，在征收计划书公告的时候，才会把那个价钱再公开出来。而所以说，在这个程序上，如果在征收还没公告的时候，其实补偿征收公告的价格是还不会确定的。那至于在公那个征收报告、那个估价报告可不可以公开这一段哦？那这个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的部分，目前因为征收补偿市价，它涉及的是每一个人的他自己的一个价格，所以在公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各自的价格，但是我们不会去说把整份报告去做公开。那这个部分在目前行政法院的判决上，大概也都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决定。陈志小教授可不可以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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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我今天我们是希望你们什么警察告诉我说，主席才是陈志小，不可以进来。这是什么条例？没有条例，但是请让他进来。陈志小教授，请进场开会。陈志小教授，请进场开会。陈志小教授，请进场开会。警察换人，警察换人，警察换人，警察换人。那个麦克风拿下来，可不可以请同仁帮我们麦克风过来？麦克风，请警察协助维持秩序，把麦克风拿起来。陈志小教授，因为他速度干扰我们整个会场的话，行，你们没办法这样进行下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大家一起在这边慢慢发言。就是相信你们这些考过高普考的，应该都知道政治学基本原理，程序正义是大于实质正义的，一定要先达成程序正义，才会有后面的实质正义可言。那今天陈志小教授在抗议的就是你们的程序正义没有落实，不管你们后面再怎么谈补偿都不行，一定要先谈完程序正义才可以继续进行。所以我相信陈志小教授他提到的那些都是你们应该先做回应，才能 做后续的行动。然后再来，今天如果你说他今天你之所以可以坐在那边很温和的讲话，不用像陈志小那样非常拼命的大吼，是因为你有警察在帮你，是因为你是公务员，所以警察会听你的话。但是如果今天警察通通不在场呢？到底谁讲的话是对的？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要求陈志小教授和平安静的跟你讲话，那你也同时不可以出动警察，你们俩就坐在这边好好的讲，不可以说因为你有警察公权力可以把他赶出去，然后你就说他是暴力的。没有，其实是因为你有警察帮你，所以你才可以安详的坐在这边。我警一条干会给你警出啥？你敢知道我警出啥？我刚刚要求足简单的，你要征收以前开一个行政听证会，安尼有简单无？有简单无？本来是我的住宅区呢，你铁路的宽度都够了，你唯一所讲的讲铁路无够，无够就讲临时营运含浙江，对不对？你把两个劝你过来，我有共鸣嘛？84年有个版本，他们征用，我们同意说你可以来我们谈一谈征用，对不对？那些征用嘛。啊！伊个搬一片工尔，你着做临时会，同阮给你征用遮，啊来证明你好好他笑，不是两方面都高兴吗？对不对？跟你们上面讲，开个行政听证会，为什么要这样？阮徐教授就是一直强调你遮，咱要有程序正义的。我要写的是主民主人权，我怎有人权？我人关在外口，你关征收土地，阮同意，我敢有自由？要定下阮检查皮啦。今仔无检查，电费全部拢检查，到人咧，到人咧开会时，检查一两排班，大转堂，其他拢无排，拢坐喺外口。到人咧，这个是咱哪个民主？
行政听证会这个我们还是会跟上面高层的反映，这个有需要大家去，既然认为说土地征收需要办听证会，就去把它立法，就把它完成这一程序，大家就按照法律来办。啊，那它是有法律效应，有游戏规则，我们按照游戏规则来。方代理人，请你回答。我们是私人的。我一个八十几岁，你将近九十岁，我们在住二十天，啊是安那个，就会突然间要把我赶走，要拆我的厝，要叫我去倒位。那个本来的计划你按照我那叫做本来的计划，雷那个原轨制作，我们不反对，我们那个赞成二十几年了，我们也愿意提供我们小部分的那个土地哈，后面一部分让你们做那个临时轨，我们是很赞成的。然后做完了之后，把那个土地还给我们。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而已，我不讲反对。今晚就是我要请问一下，为什么要东移？为什么要东移？原作那个连铁水不能做，一定要东移拆我们的房子。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请你的主管。没有东移呀、啊。台北有没有东移？没有啊。你十几年前的淡水钢铁也是一样泥洼。啊，为什么现在那个工程技术那么好？一定要东移拆人家的房子才能够种。请问一下，那个你们交通局是怎么规划的？我告诉你，这个专业。那个我先生是那个成大土木工程毕业的，他对那个工程是那个很了解的，二十几年前那个市政府在计划那个地下水的时候，他也去被邀请去参加过那个开会，所以知道的很详细，是严格的施工。然后他说可以借你们那个部分后面部分的那个土地做临时轨，然后那个铁路完成之后把临时轨拆掉，把你们的土地还给你们，然后你们那个被破坏的部分你们再重建。他是这样的规划。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呢工程技术更进步，不能做，一定要拆人家的房子才能够做？我请你要回答铁工局。还有我要讲很多那个市政府从头到尾弄去给我们骗，一直弄只骗骗骗啊，我们去给他们提出问题，他都从来没有回答过一句正确的。还有一则笑话，就是那个吴新修，他去那个去各家访问的时候，有人关怀我们说现在技术那么好，那为什么二十几年前哈能够连轨制作，啊，今晚一定要拆我们的房子东移，一定要东移才能够做？他刚刚那个现代工程，二十几年前进步吧，好像那个我们雪山隧道哈，那个那么困难的工程都能够做好，哦，啊，为什么这个南铁的问题就不能做？他那个吴先生说什么？哦，那个雪山哈，浅盾机坏了两部，现在那个浅盾机还表明最大来电，我们想说都是笑话。那个前阵子两部，你那栽在那个隧道里面，啊，那隧道那个现在那个雪山是怎么通车的？这个是在骗我们嘛？以为我们是笨蛋嘛？
还有叫那个很多那个说客出来跟我们讲，我们啊，恁这个啦，不是生意啦，哦，恁爱牺牲啦，哎，我们爱拆字啦，拆字好借我们用啦，我们爱牺牲啦，我问你们，我是安怎来牺牲？我是爱来牺牲，我不是人，所以我才会牺牲吗？还是阮家的人，阮遐居民无有民进那个民意代表，也没有市长，也没有中央的官员，所以我们真怕我们要牺牲我们是一条虫吗？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们父母八十九岁，你们九十岁啊？你们让他在那边被糟蹋吗？哦，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替我们两个老的来发言？你听我你，你听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人情没有？啊，你们吃饱吃着，我们叫我去倒哩，我只要到六十几担啊嘞。我先生一个是个土木工程师哦。他现在变成什么？把你折磨到变成一个那个废人了。从医院那个忧郁症才变重用那个重度忧郁症，现在那个什么都不能讲。他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是那个政府可以，那个时候是台湾省叫做省市，那个省市的时候害他的啊随意。比较的啦，屁股不连续一个作业，跟那个日本的工程师在那个那连续就是那个，就是可见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才能够被派到那个外国去连续。所以我请问，把一个人弄成一个忧郁症，要那个被笨蛋的人是你们的责任。五年来我们做什么？一个本来我们就一个好好的家庭，为什么会被你们糟蹋到这个程度？我请问你们，再请问你们，我是不是人呐、啊？还是你们是人，我们不是人？好，那接下来各位乡亲，我很抱歉，因为现在也时间有点晚了哈。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要表达的？程序违法，会议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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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乡亲啊，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啊，先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希望各位伙伴们。会议无效，我们如果今天在会议上来不及表达意见的，大家可以用书面写陈述书，或是我们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大家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信邮寄的方式，到我们铁工局所提供的这些窗口，我们会加入当地的会议。会议决议里面，一一做回应。会议无效。好，那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乡亲，大家辛苦了，谢谢。会议无效，违法。会议无效，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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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会议无效。程序违法，会议无效。程序违法，会议无效。请他离开，请他离开，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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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离开。程序违法，会议无效。不要这样哦，我们要保护你的安全，你不要这样。你手机嘞？我们要保护你的安全，你不要这样哦。好的，静下，静下，不要这样拉，不要不舒服。程序违法，会议无效。好，来来来，下。去绑了，去绑。不要车道上面危险，车道上面危险。程序违法。会议无效，过来一点，不要让他走。
无效。啊！你又放走了，你还放？放放掉。我先把东西放掉。不要跌倒了，不要跌倒了，不要跌倒了。车子再开，车子再开，车子再开，车子再开。喝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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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呐！我介绍你开始讲什么？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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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 N， 好的啦，好的好的。我让你看啊。首先，我们去质疑他的程序问题，他完完全全避重就轻，不回答。虽然他会议采取这种跑程序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绝对不气馁，啊，我们绝对不气馁，我们未来还要更更深的彼此团结在一起，互相霸气。许玉秀前大法官特别讲，程序正义是所有正义的一切。我们认同我们的家乡，我们认同我们的本土，我们不愿意流离失所，我们要来拥护我们在宪法上对于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今天他的这个会议呢，他所谓的会议其实并不符合把这个土地征收法第十条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会跟律师讨论，那昨天呢，那个李德赫先生也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建议，那我们会跟律师讨论，去进行应该要有的法律的诉讼。坚持到底，坚持到底。